马上到刑警村来自首。找你的警察刚怎么走，让别人看着我们这四个反目为仇。我就是恨你严重的渎职是挡在了尸体前，谁说不杀了？我要杀了你。我们谁都不会在乎。行，哎，各位啊，下面我给大家隆重推出歌舞团的排肚子舞蹈演员啊，吴可可小姐。下面我们欢迎她给大家演唱一首名曲《打靶归来》，欢迎。怎么会唱这首歌啊？他们已经分手了，下一步我能做什么？快！吴良哥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还会吓呀？你胆子太大了！吴良哥，真让你说对了，这儿问题大了。问题越大越危险，你现在赶紧跟我走！不行，他们把我的身份证跟手机都收走了，他们肯定有更大的阴谋。哦，对了，我有那个梁哥的录音和录像。可可，这不是小孩过家家，要出人命的，知道吗？我真的想跟你立功啊！
先生贵姓啊？你们这儿有上厕所需要自报家门的规矩吗？其实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。知道就好。我们这儿挺规矩的，没有你们警察感兴趣的东西。是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对什么感兴趣啊？怎么说呢，我们这儿和各个方面关系都不错，你多来几次就知道了。多来几次你欢迎吗？为什么不欢迎啊？你不是第一个，以后常来，无限制消费。先生慢走。谢谢光临。先生，先生等一等。先生，您的东西忘记了，您一定得拿好了。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梁老板，那个家伙现在什么情况？我要问你呢。哎，看两遍了，就这些。喂，我是刘国梁。哦，可可呀。国梁哥，你都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。国梁哥，这只是开头，也许你还看不明白，没关系，我会继续拍的。我要把他们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儿都拍下来。可可，干这种事情太危险，你不要做了。另外，那个地方你也别再去了。你听见没有？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国梁哥。有人来了，我会继续拍的。我想你，再见。可可，可可，刘队，可可还要继续拍啊？这丫头太倔。我看还是把可可撤出来算了，咱们另外派人去。可是可可已经接近梁山了。所以咱们无论如何得保护好可可，要不然的话。哎，刘队，可可呀是真喜欢你，他为了你什么都肯干。现在炼钢用的是哪里的煤啊？是从山西运过来的。为什么要用山西的？我们淮海自己没有煤吗？这里的煤质量比较好。从明天开始就用淮海自己出的煤。好好，知道了，我懂。地龙公司要是这一味的扩张下去，迟早是要出事的。你都不是地龙公司的人了，还想那么多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我跟怀生大哥之间。我知道，不是兄弟胜似兄弟，对吗？是。不行，我再去整他一顿。哎，你别费劲了，没用的。有事吗？我得祝贺你啊，又成功的收购了一次。谢谢你。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提醒你，
扩张的势头太猛，可能会出事儿。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。要是有的是饭，不用人告诉我，我也知道慢慢吃。可是发现不够呢，那就得抢着吃，抢不着就得饿死。比如说资金就是一个大问题，技术和管理也不一定能跟得上，而且兼并会带来大量的法律问题。该让的时候得让。怎么让？我让的还不够？你告诉我，我现在还该让谁？你不要误解我的好意。那我就谢谢你的好意了。对不起，我这忙。我有事儿吗？嗯，过来。喏，这个或许对你有用，你回去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唐局，这是文字资料。哎，哎呀，这个可可真不简单啊！他提供的材料真是太重要、太及时了。有了这些材料，我看可以收网了。我们可以以教唆威逼少女从事色情活动为突破口，先把这个梁山逮进来，然后进一步的进行审查。对，唐局，只要把梁山逮起来，不怕他不吐真话。敲山震虎，这样梁山上上下下的关系就会为之所动，他们一动，这就好办了。唐局，关键是要抓梁山一个现行，这样他的关系就帮上他了。我们的证据要特别的充分，所以选择行动的时机特别重要。我已经跟省厅的冯队长说过了，他表示只要证据确凿，省厅会全力的配合我们这次突击行动的。很好，有必要的话，我再给张局长打个招呼，请他们全面的配合。哎呀，这个案子追了这么久，终于有结果了。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。嗯，明白。唐局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担心？那个梁山背景很深呢，万一有什么差错，会不会影响你？要不我们再考虑一下，准备一个更稳妥的方案。你个坏小子，在考验我吧？啊！我听说省厅正要调你。闭上你的嘴！你们想想，可可一个普通的姑娘都能这么做，我们当警察干这个的，那有什么好犹豫的？你下决心了？大不了把我撸了，回头来给你当兵。好了，你们尽快拿个方案给我。好。刘队。啊。实在是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梅林那件案子进展得太缓慢了。是吗？有什么困难吗？上次那个小区保安说认出那个人，可后来又否认了，弄得我们很被动。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谁？你认识的。孔二军。你还是怀疑他？你先说我说的对不对？
李平，咱们先集中力量把梁山这个案子办完，孔二军的事儿千万保密啊。嗯，我这可是人命关天的案子。金先生，我给你安排王律师好吗？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乔律师亲自给我代理，钱不是问题啊。于小姐，这就是我的孩子，求你了，孩子爹已经死了，我们孤儿寡母造谁深冤呢？于小姐，求你带我去见乔律师吧。大姐您先别着急，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？乔律师已经答应接下您的案子了，他已经去卫生所查看你儿子的病情了。啊、哦、谢谢谢谢，太谢谢了。大家听我说一句，听我说一句好不好？我们非常感谢你们对乔律师的信任，可是他现在在外面办案，一时还回不来。如果大家真的要见他的话，这样吧，明天好不好？大家的心情我们很理解，真的很理解，实在是很抱歉，对不起。都走了，都走了。嗯，我要不这么说，他们还不肯走。我真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淮海市，生意还这么行。树大招风呗。不，我觉得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哈哈，是件好事。请你吃饭吧。啊，就因为你把这些人支走？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吗？嗯，我觉得还差一点意思。那我就说一个充分的理由。我听听。去年的今天是你到机场接的我。哎，我决定，我要请一次大客，走。需要权威部门做出鉴定，目前结果还没出来嘛，是不是？吴总，那些人都闹到公司里来了，这是质检报告。报告上怎么说？质量问题，对我们很不利。那这份报告绝不能公诸于世，要不惜一切代价，更改鉴定。更改鉴定。可他们是很多人呢，很多人也有领头的，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，要想尽一切办法。我明白了，我去办。哎哎，姑娘啊，可可在房间里等你半天了，我看她对你挺有意思的啊。你别胡说啊。别在我镜子上乱画。什么呀，你看多好看呀。哎，不好看，我给你擦。哎，你不许擦，你看多好啊。丘比特。嗯，怎么一正一反呢？你猜呀。反正有一颗心是我的，有一颗心是你的，你要猜不出来就不许擦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吃吧。嗯，吃饭啊。来坐，看看我的手艺。哇，郭亮哥、啊、你做的饭我就喜欢吃。真的吗？嗯，这太好了。来，先干一杯。哦，啊，那为了什么呀？第一，为了你提供重要的情报，我
我们唐局长说了啊，说吴可可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。是吗？来，那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参加你们的行动了？这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件事情啊，你已经做了很多贡献了。最近我们要对那个地方采取行动，一定会非常危险的，所以你还是想点办法，尽早脱身吧。我不。你看你，别耍小孩子脾气啊。咱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，亏你还记得。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一个人喝，要不我就找可可来陪我。哎，这事儿你千万别叫他啊。臭美吧你。其实别的都不重要，只要我们两个好。郭良，来。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了啊！我不。脾气呢？发也发不发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装什么糊涂啊？不因为你没到吗？我快去吧，快快快快！那太好了，乔律师亲自出马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您小姐，您这个太缺德了！您要是知道那些，要是我不是绝不带你进来，你我不了解。这你看怎么办？你看怎么办啊？对不起啊，这样吧，大家都不要说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案子我们受理了。哎，太好了！林秘书，你请林飞小姐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好的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表示很遗憾，所以要过来对你们表示慰问，也希望将来你们在使用我们热水器的时候啊，还是要看好说明，这样才能够保证安全。对对对，来，这是本公司的一点心意，请收下。怎么到现在还说我们使用不当呢？你们造的热水器就是有问题嘛。不，我跟你说，质检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的一龙牌热水器是没有质量问题的，真的。我不信。您要实在不信，你看我也没有办法。小欧，你说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把这案子接了呢？我错了吗？
你想，我们刚从一龙公司出来，怀生又是我大哥。好，照你的意思，这些受害者我们就可以不管了。我说不管了吗？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去找另外的律师事务所。可他们就相信你，相信天龙这块牌子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案子我不能接。不能接是吧？对。好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相信你到了那儿就不会再说这句话。胡总，怀生，我还有事儿。你们好，你们是？啊，你好，我们是天龙律师事务所的，这位是乔律师。好，乔律师，你真愿意为我们打官司？当然。怎么样，这孩子的伤好些没有？小朋友，你叫什么？欢欢。多好听的名字，哈哈。你呀，好好的养着啊，养完之后又可以回到学校跟老师同学们一起上学了。乔叔叔，我的脸小朋友会害怕吗？不会，他们会欢迎你回到他们那儿去的，你放心吧。太好了，我又可以上学了。是啊。可是乔叔叔，嗯，啥叫使用不到？我平时都是那样开的。嗯，好孩子，你现在好好养着，不多说话，好吗？这个案子我们到底接不接？我知道你处在两难的境地。知道了你还问？解决工程难题有一个通用的办法，就是列表法。你看，这边是亲情友情，而这边呢都是一些跟你毫不相干的人，但个个血迹斑斑，你怎么样去平衡？哎，你别弄了，我自己来吧。我没事儿。坐。哎呦，怀生啊，我觉着你有时间去跑关系啊，还不如把产品质量给抓抓好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关系是关系，质量是质量，不矛盾。可我总感觉啊，你这样做不好。哎，你没听人家说吗？说这夫人参政对先生来说啊，是一灾难，啊，当然，我不是说你呢啊。哎，我可不仅仅是你夫人啊，你不是给我挂了一个什么财务总监的职位吗？你不光是财务总监，还是我的总监呢。哎，那我就走了。嗯，有事儿给侯一鸣打电话。知道了。嗯，走。哎，我送送你。医生，请给我先生。
电话，一直在忙，打不通。热水器点火和燃气装置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，它与燃料之间有一个配置问题。我的这个设计对燃料要求很高。那为什么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和燃料不适配的现象呢？燃气中间有一个调节阀，时间长了以后会有磨损。我怎么觉得你一直抓着这个问题不放？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这个事故当中也应该负责任？我希望不是这样。喂，你好，是我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到。大夫你好，我是郑丽的家属，她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倪爱人情况不太好，宫缩无力，已经破水了，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险。如果万一出现什么情况，您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？当然先保大人了。准备剖腹产，注意观察病人心肺情况。大夫，情况怎么样？恭喜你，是个男孩，母子都十分平安。那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同志们，这次行动为什么让我们去呢？因为幻想夜总会的人对我们并不十分熟悉，这次由我们和省城的刑警队联合行动，大家一定要注意配合。我先进入夜总会，大队就停在夏田小学的背后，等待出击的命令。出发！是。还在这儿，梁哥都等急了，快点快点，你再不快点，别说梁哥会给你好看，我也吃不了豆子枣。啊，快点！你等会儿，我的包，快！
系安上定的，你到时候你进去以后啊，发现情况一发信号，我们就立刻往里冲。行啊，那就这样了。好，多注意安全啊。嗯，再见。嗯，我走了。哎，先生请。丘比特，怎么一正一反呢？你猜呀，反正有一颗心是我的，有一颗心是你的。梁哥，小姐们都来了。哎，可可，来来来来，过来，可可，到梁哥这儿来。过来坐，过来坐。你好。来来来来。小是这个小小大哥吗？梁哥好，这位大哥有时间经常来玩吗？来了吗？对呀，怎么好长时间没有？想死我了。是吗？大哥，咱们到里面去玩好吗？哎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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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国良没有想到可可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爱意，这种义无反顾近乎于自杀的勇气和行为撞开了国良紧锁的心门，他要顺着这条红线尽快找到可可，将梁山集团一网打尽。梁哥，你怎么敢咬我？你当你谁呀、啊？你是泰森呐？我还没见过这样的。梁哥，别动！动我什么？冯队长，冯队长，开始行动！是。天气注意，各级装备准备行动，上车。大家听着，进去以后如果遇到反抗，多用拳头少用枪，以免伤及无辜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好，出发。不许动，警察。小子，你什么萝卜？少废话，跟我走。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，这不怪你。
等我打个电话，你就知道了。梁山，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。小子，你不怕我废了他？少来这一套，这招我见多了。你们是一伙的吧？我懒得救他。现在放在你面前有两条路，你可想好了？现在抓进去不一定判死刑，可是你持刀行凶伤及无辜，那性质可就严重了。何去何从，你自己看着办。